一个行动跟行为呢，跟统独无关啦。好，跟统独无关，我们是在诉说社会目前的这一个蔡政府执政之下的一个氛围，不能呢只许州官拉，只许百姓放屁啊，不能说他们剖析是对的，论一面倒，或者说他们这个剖析的这一个行为呢，然后呢造成这个英雄式的这一个对待，那我想这个是这个是不对的。那再来第二个呢，当另外一边，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他们剖析希望来去做这个讨论的同时呢，那这些学生呢，自由台湾党，也就是他们公投盟呢，还极尽挑衅的在脸书上面，不断的去攻击我们。那我想这个部分呢，是呈现所谓的这个台湾民主的话，他们是民主，那我们也要告诉他什么是民主嘛。所以我们请问，台湾剖析你觉得不对啦？那他们对于这个蔡英文喷这个生法剂，那你觉得嘞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这个对他喷生法剂是对的，但是如果说他对还不对，应该要让他生头发，应该要跟他请假啊。请他说我要帮你那个喷生法剂用看看，应该要跟他讲，但是他没有跟他讲，这是不对的。你是说如果跟蔡丁慧讲说我要帮助你生法，就可以喷生法剂，可以这样子吗？蔡丁慧他同意的话当然是 OK 嘛。近期锁定新台湾加油。